切。怎么写出来的这种笔锋啊？哎，你很像一种那种网上那种字体。哇哦！哎，你很像那种网上那种字体啊。肖啊？为什么写王肖你有什么问题？神经病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个也抹掉。我真的不故意。他思想怎么那么龌龊呀？别想了，你呀，我根本没想。你为什么学这个？我小时候学了可多东西了。我也学过，为什么我学成这样？我小时候也学过毛笔。真的吗？软笔啊？不知道。软笔书法。脖子怎么是哪个脖来的？是那个脖，十字旁的脖。王老师，王老师一讲，我鬼信你小时候学过，没有认真写，认真写，不会，但是我是真的学过。老师看了应该也是不太开心吧。肖，写的好不好？站。哇，好棒！写一个什么？就这两张写过字的，你看你都被你给写了。那天晚上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翻墙，不应该喝酒，不应该怎样。但是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挑衅你的，我真的没有看过你们家的家规，不然我肯定不会让你们把那整天墙喝完。在房间里偷偷的喝呀。而且咱们家的米啊，先打过来的是谁啊？是你。你要是不进来，咱们还可以好点。可是人家拿我是飞环手段的，你就不允许，不怪我。来，这你有没有在二楼那个什么里看到？春宫书在哪？我想看。你说的也。OK， 好，站着帮我看一个哪个第一个脚刚刚跨进那个位置。好。